正女郎文海玲早前宣布，即将同拍拖五年的圈外男友拉埋天窗，三月中就正式成为人妻。继早前过大礼仪式，今日佢又公开了唯美的婚纱相，佢哋去了西贡一个农庄拍摄，画面非常有欧陆感，无论是跌波定是完美，两套婚纱都尽显佢完美的身材。其实佢男友早在疫情之前已经求婚，但因为疫情关系，去到而家才正式举办婚礼。